蔡燕芬老师，我是李一华老师，我们都是来自港口华校。我们这一项的计划呢是小蜜蜂爱的魔法计划。为什么我们选小蜜蜂呢？因为呢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跟蜜蜂一样勤勉、爱劳动、合群、专注。而且呢，我们还有一个口号，就是港口华校好孩子，勤学听话志气高。我是马双莹，这个慢学概念图主要是让孩子们通过慢阅读进行理解以及分析文章，从而让他们加深以及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。我是以尼，我本身呢是这个紫风车同学社的创办人。我们希望呢，在紫风车同学社里面成长的孩子呢，他是对他的这个生命、对他的生活呢是充满着热情的，拥抱他的生命呢，有一种积极的这个正向的这种态度。